这么快就10:47了，我们停在一个观景台这里，下去走走一下吧。啊，走吧。走吧，下去。就是，这嗯，里好多蚊子啊！是吧？你看这里面飞满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好多苍蝇。对啊。今天天气好好。从那边进，那边那边，哎。我拍一下这个风景，给兄弟们看一下。我们是从理塘往稻城的路上啊。你看，这条路是227国道哦，一条路都是美景的。兄弟们要是自驾去西藏，一定要先从理塘往稻城走一趟，然后再返回理塘去西藏。今天天气也好，特别好。这里蚊子太多了，我们还是。去下一个店吧，我也想吃东西呢，那么多蚊子。饿了吗？饿了。搞个泡面，搞个那个什么。我想吃手抓饼。手抓饼啊？对对什么时候做手抓饼啊？到下一站做啊？对啊。啊？就下一个观景台去做嘛。那行吧，下一个吧。那么多蚊子。好，那就找更漂亮的地方，我们再停下来走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奶茶，一会儿再带你遛啊，我们先往下一个地方走。哇，你看这车里面好多苍蝇呐！天呐，看得我都头皮发麻。就在刚刚那观景台停了一下，就飞进来这么多苍蝇。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啊！你看看后面，都扒到我的窗帘上了。哎呀，快12点了，我去接，都饿了。我们停车先做点午饭。今天的中午我们又有新菜了。手抓饼。今天中午做手抓饼，我们特别喜欢吃的。中午就吃这个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吃饭了啊。做好了。吃饭吃饭。等一下吧，没看清。这次这个应该不咸了吧？这不个咸。鸡。啊，对呀，今天没有放那个，没有放那个盐。你看今天手抓饼，你就这个装起来就好麻一点。啊，手抓饼。好大的风啊！天哪，哇，这么多蚊子，你看。对呀，这里好多蚊子。对啊。这个地方怎么海拔这么高，还有这么多蚊子？可能是。这边牛便太多了吗？是吧？吃完饭赶紧跑，这个地方。嗯，吃完饭赶紧走。我也把它装起来吃。好拿一点。你做了什么馅儿啊？鸡蛋跟那个鱼肠。